一二三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挑战失败啊！一二三，蹦蹦！那得挑战成功吗？挑战失败了啊！总蹦对腰不好。我家三文天天蹦，兄弟们，我们家三文天天蹦啊！大家伙放心吧啊！那47.9块一斤，老铁们啊，木耳是47.9块一斤，兄弟们，咱换下一个，换小迷糊出场啊，老铁们啊，想不想看小迷糊啥样？老铁们，有需要咱们家东北黑木耳的话，你们可以去买单，咱东北黑木耳啊。三文这个挑战不算成功，兄弟们啊，但是三文蹦起来啊，蹦得挺高，兄弟们，三文就蹦起来蹦挺高啊，他挑战不是很成功啊，就咱看看小迷糊成不成功，好不好？三文，要不再给你把机会，看你们够了，三文。好吧，啊，又让小明出来了啊，不能叫，太胖了，蹦不动了。拭目以待，小明，小明现在已经是按捺不住了，兄弟们，啥时候发货？兄弟们，木耳还有4天能发货，为啥呢？因为咱家木耳得给你们晒干再发货，兄弟们，你们要说无所谓的话，兄弟们，我可以给你们发潮湿的，知道吧？发蜜干的也可以。我看咱三万家人那买木耳，大家伙都可着急发货了，兄弟们啊。我现在我只能要发的话，只能给你们发湿的，知道吧？发湿的到家的话，你们留不住，存不住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啊，咱都是现摘的木耳啊，兄弟们啊，他怕胶带，他不是怕胶带，兄弟们啊，那三不是怕胶带啊。你们有需要的话，你们可以买的啊，兄弟们，19.9啊，兄弟们，木耳180克啊，做仰卧起坐。不急，晒干点啊！必须的，兄弟们啊！来，让三文进来，来，三文，让小明出来啊！小明啊，三文过来，来，三文来，三文，你干啥呢？快点！你干啥呢你？过来，快，去！小明啊，快来！看小明能不能够着啊，兄弟们啊！咱们看小明能不能够着啊！看小明，小明啊，小明够了，兄弟们，小明够了啊！是小木耳吗？对，兄弟们，小木耳啊，看小明有什么好办法，兄弟们啊，兄弟们，我给小明放一个整根的，行不行，兄弟们？我给小明放一个整根的，看小明有什么，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，好不好？我先把这个奖励给他，兄弟们啊，先给咱小迷糊呀尝尝甜头吧，兄弟们啊，先给小迷糊尝尝甜头啊，然后给他放一个整根的，小迷糊来，来小迷糊来，来小迷糊来，小迷糊，好啊。我感觉小明应该能够着，兄弟们啊，小明肯定能够着，他肯定会绞尽脑汁去够啊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大家伙想买火腿肠呢啊，火腿肠在咱家第五个链接，14.9一包，兄弟们，这个火腿肠14.9一包，宠物火腿肠啊，一包里头有20根，然后呢买两包送一包，兄弟们啊，你拍两包我给你发三包，兄弟们啊，三包火腿肠就是60根，老铁们啊。14.9一包啊，兄弟们，然后呢你买两包送一包啊，拍两包发三包啊，一包是20根，三包就是60根，兄弟们啊，在下方小购物车第五个链接，老铁们啊，
咱们看小迷糊能不能够着啊，兄弟们啊！来，咱们拭目以待，兄弟们，看小迷糊能不能够着啊！我藏起来，兄弟们，我藏起来，告诉小迷糊不允许小迷糊吃。兄弟们，你说小迷糊能不能吃？我说小迷糊你不准吃啊！看看咱们看看小迷糊是怎么偷吃的，兄弟们啊！小迷糊啊，小迷糊你不准偷吃，小迷糊啊，老爷可盯着你呢，小迷糊，老爷就有摄像头可盯着你呢啊，你可不准偷吃啊。好，小明，你倒是吃啊！我看你半天了，来瞅啥呢？在这会儿来啊，小明啊，啊，你在瞅啥呢？这家伙我藏起来还不吃呢，我过来吧，我瞅着他吧，不准叫啊！看小明啥？看小明有什么好办法，兄弟们啊！他着急了啊！小明现在着急了，他瞅吃不着啊。小明现在吃不着，一、二、三，小明你啥意思啊？小明梗你啥呢？我离近点行吗？啊，我离近点，我藏那屋吧，兄弟们，我藏那屋去。我在这屋好像小明有点紧张，兄弟们啊，我藏那屋去啊。小明啊，看看，来个女的，来，小明你来，来，看，哎呀。小明，你咋不抢啊，明花啊？那抢够啊，明花！老爷助你一臂之力，明花啊，过来来。这家伙，老爷给你个凳子啊，明花。老爷给你安个凳子吧，行吗？这回你带凳子吃，看能不能够着啊，明花啊。
明花，明花，那不吃呢？明花，我看咱直播间，我看咱直播间说啥都有，兄弟们啊！你们有的人说小迷惑，有的说小迷惑怕我就不让他吃，是不是，兄弟们啊？我现在我就把这个放这儿，兄弟们啊！小迷不许吃，不许吃，不许吃小迷花啊！小迷不准吃啊！来，我盯着你了，我告诉你啊，小熊啊，他不是说小明不是说我不让他吃，所以他不敢吃，兄弟们啊，小明那是够不着，知道兄弟们，小明这还是没够着啊，咱们要不给他再低一点，兄弟们啊，再给小明低一点啊，再给小明弄低一点，兄弟们，这是啊，好吧，小明花，这个能够了吧，明花，来吧，凳子给你放这儿，给他明花，这个能够了吧，明花，好吃吧，明花来自己够。自己够，明花来，自己够，看能不能够了，明花，自己想办法，明花，啊，没训练出来。欢迎大家伙，兄弟们啊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有需要咱家这个火腿肠啊，火腿肠买两包送一包，在第五个链接，兄弟们啊，14.9元一包，一包20根，咱这是买两包送一包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小明没成功怎么办，兄弟们，咱换别的狗啊，咱换别的狗来。兄弟们，咱换老大出来啊，看老大能不能够着啊，咱看老大能不能够着就行啊。其实这个很简单，兄弟们知道吗？这个很简单，特别简单，知道吧？要三文指定能够着了。来，咱先让老大来，老大，来。
啊，好，兄弟们啊，咱们这把算是老大挑战成功，兄弟们啊，因为老大，兄弟们，因为老大现在已经吃那半拉了，咱们算老大挑战成功。老大表现非常不错，老大啊，能够着啊，兄弟们，看在老大表现不错的份上，咱奖励给老大一个零食，好不好？咱奖励给老大一个零食吃，兄弟们啊，老大算是够着了，兄弟们啊，刚才小明没够着，看了吗，兄弟们？兄弟们，老大算不算挑战成功啊？哎，我奖励给老大一个零食吃，兄弟们。接下来呢，兄弟们？兄弟们，接下来咱们换老四出来啊！有没有想看老四的兄弟们啊？来，老大来给个奖励，兄弟们有没有想看老四的？啊，想看老四不？兄弟们有想买咱家这个大家伙儿，兄弟们你们想买宠物用品的啊？有想买宠物用品，大家还可以去拍拍咱家宠物用品。现在我放老四出来，兄弟们，现在我放我四哥出来啊！老铁们看我四哥啊，能有什么作为啊？刚才他们抢那个火腿肠，兄弟们给大伙儿简简单单介绍一下，兄弟们啊，就简简单单介绍一下吧，老铁们啊，咱家这个火腿肠呢，兄弟们啊，是14.9块一包，兄弟们啊，14.9一包，然后呢买两包送一包，兄弟们火腿肠啊，火腿肠在第五个链接，老铁们啊，火腿肠在第五个链接，14.9一包，然后买两包送一包，哇，火腿肠放哪儿了？我把火腿肠放哪儿了啊？咱家这一包火腿肠里边有20根，兄弟们啊，这一包火腿肠里边有20根啊，兄弟们，看着吗？一包有20根，这一包是300克，兄弟们，一包300克，你买两包我送一包，兄弟们，总给大伙发3包，3包加一块呢就是60根，兄弟们啊，60根火腿肠29.8，兄弟们啊，有想买的话你们可以去拍的，兄弟们啊，来。我换我四哥登场了，老铁们啊，大家伙没点亮咱们点点亮，兄弟们啊，3月8我这么卖力的给大家伙带着咱家狗狗一块做游戏，兄弟们，希望大家伙啊且看且双击，好不好，兄弟们啊，大家伙且看且双击啊，兄弟们，来放窗台上了，接下来兄弟们咱换我四哥啊，哎，咱把这个也奖励给老大吧，因为老大可能有点不死心呢，兄弟们，因为老大可能有点不死心呢，好吧，我把这个奖励给老大啊，啊，老大，这块啊是你应得的啊，好老大，好吧，咱们换我四哥登场，兄弟们啊，来，换我四哥登场，看我四哥有什么作为，兄弟们，拿开凳子啊！有人说拿开凳子，我跟你说，兄弟们。聪明的狗狗，它会利用上这个凳子，你们知道吧？只有笨狗不也不能说吧，兄弟们，就我跟你说啊，你也看狗狗的思维，有的狗它能利用好这个凳子，有的狗它利用不上这个凳子，兄弟们知道吧？其实这个凳子如果要是我的话，我肯定利用上这个凳子啊，我就是一个聪明的人，知道吧，兄弟们？好，我现在换我们家四哥登场，兄弟们啊。我依旧把这个火腿肠我放在这个位置，兄弟们，放在这个位置啊。好了，进来，来，老大，先让四哥出来，来，老大进，四哥出来，好啊，老大表现非常棒，老大，老四出来吧，老大，
老四啊，你在这干啥呢，四哥呀？你倒是吃啊，四哥呀？啊，你瞅啥呢，老四啊？啊？哎呦我的，老四啊，一、二。自己在那抢了，自己在瞅啥呢？我的妈呀！我瞅你半天了，你咋不吃？老四，老四来，我瞪着你看着啊！来，再给你机会啊，老四啊！看吧，四哥，来来，怎么了？四哥这儿看，啊，来给你放个凳子，老四啊，来给你勾个凳子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老四啊！哎呀，四哥，你动动脑袋行不行啊，老四啊！我的妈呀，我把小牛放出来，我看你俩谁能吃着。老四啊，小牛你也出来吧，你也出来，看你俩谁能抢着啊！看你俩谁能够着啊！去吧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俩都在这扒眼瞅啊！你俩都在这扒眼瞅，够啊！我的妈呀，真不行了，这就你这智商真不行，是啊！我换小石头出来，我换小石头出来，来，小牛进，小牛进来，小牛来，小牛进来。哎呀，换小石头啊！我看你们两口子谁能抢到，兄弟们啊！我要换小石榴出来，兄弟们啊，让小石榴一块出来啊！我看那两，看他们两口子谁能抢着啊？好吧，老铁们啊，大伙儿又想买咱家木耳的兄弟们啊，咱家木耳在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，19.9元，180克，然后呢，47.9元一斤，兄弟们啊，木耳47.9元一斤，老铁们啊，看他们谁能够着啊！咱们东北黑木耳，兄弟们啊。没有根儿，而且是今年新摘的，兄弟们啊！而且是今年新摘的木耳。好了，我看你们俩口子谁能够着来。
哎呀，老四啊，你说谁也不行啊！行了，兄弟们啊，我这边放三人出来啊，兄弟们，我这边放三人出来啊。他们一家三口没有一个能抢着的，兄弟们啊，他们家三口没有一个能抢着的啊。我换三人出来啊，咱家木耳是47.9元一斤，兄弟们啊。咱家木耳非常便宜，比市面上的黑木耳都便宜啊！市面上黑木耳都得是60-70一斤，兄弟们啊！咱们家是47.9元一斤，而且是新木耳，兄弟们，免摘的啊，纯东北黑木耳，兄弟们啊，都是今年新的啊！老大，把它交出来，站出来，好，都是今年新木耳，兄弟们啊！你们想拍的话，你们可以拍的。哎呀，看谁老大头没有吃，看谁老大呀？他们都抢不着，他们都够不着，谁最行？他们都够不着，还得是老大。啊，老大来，好老大啊！咱们是不是该给颁奖励了，兄弟们？啊，这么的，兄弟们啊，我让他们一块儿出来。这回我让他们一块儿出来，连小迷糊都在内，兄弟们，他们几个一块儿出来。我看他们几个谁能抢的，除了老大之外，兄弟们啊，我把老大关起来，行不行，兄弟们？我把老大关起来，老铁们啊，然后呢，咱们看其他的40只狗谁能抢着。老大不用多说了，兄弟们，我要给老大一个奖励，兄弟们啊，我要给咱老大一个奖励啊，老大肯定能抢着啊，兄弟们，来，老大，哇，老大太棒了啊，老爷给个火腿肠奖励啊。哎呀，老大真棒啊，老大！哎，好了，好，老大啊，好，老大你进来吧，老大，好了，老大进，老大进去吧。老四你出来，四哥你出来，来，好了，兄弟们，老大现在已经是能够着了，兄弟们啊，咱们看看他们现在这些够不着的狗狗，他们应该怎么办，好不好？他们应该怎么办啊？然后大家伙想买咱家狗粮的啊，咱们家狗粮149一袋，兄弟们，比瑞吉诺瑞的三拼狗粮，兄弟们啊，149一袋。啊，老铁们，想买狗粮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拍的。咱家这款狗粮，兄弟们啊，里边含有海藻条、牛肉粒、软磷脂，啊，是一款三拼粮，而且呢是比瑞吉诺瑞的，兄弟们啊，生产厂家是比瑞吉的，啊，一袋狗粮20斤，什么狗都能吃，兄弟们啊，所有的狗狗都能吃啊，不分品种啊，而且呢，狗狗的年龄满足，兄弟们，狗狗的年龄满足，3个月以上啊，兄弟们啊，狗狗的年龄满足3个以上都能吃啊。小明，你也出来吧。因为咱买这款狗粮，大家伙可以去买的。咱家这款狗粮，咱家狗已经吃了1年多了，兄弟们。你看咱家狗狗特别健康，兄弟们啊，而且那狗狗特别胖乎，
鼻子都是黑的，老铁们啊！哎，胡宇德好了，啊，过来看看，过来啊！我看你们谁能抢了啊！来，我再给你们低一点，来，我给你们放一低一点。哎，我发现这个事儿了啊！我重新给你们放啊，给你们放低一点。我再扯一根。这么好玩的游戏，你说你们都在这瞅着啊？都没有老大聪明了，你们都。这个绝对低啊，兄弟们啊，这个绝对低，我看你们谁能够着。三万，来，三，给过一个来，你们几个够吧？那你们几个呀，没有一个抢的啊！这么的，我数三个数啊，兄弟们啊！这么的啊，你们过来来，咱们出来来来，咱们出来来，你们几个过来来，过来过来，来来来，好了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来，坐好了，啊，坐好了，来，坐好了，好，来，坐好了，来，来，三桌人，三桌人，三桌人。好，坐好了啊！我有三个数，兄弟们啊，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，看来这个游戏啊是给老大准备的，兄弟们。看来这个游戏啊是给俺家老大准备的呀。啊，老铁们，啊，老大今天太聪明了。我们家小老大今天太聪明了，这个游戏是专门为俺家老大儿子，啊，兄弟们，专门为俺家老大儿子准备的呀，老大啊，老大真乖啊，老大，老大太棒了啊！谢谢大家伙啊，兄弟们，再给老大一个奖励，兄弟们，再给老大一个奖励啊！老大，老爷奖励你个原液蛋啊！奶奶奖励一个原液蛋吃了的啊，好宝。
老大聪明，兄弟们，谁表现好，我奖励给谁，兄弟们，老大的专利。这个游戏真是俺家老大的专利，其他狗谁也不抢，为啥不抢呢，兄弟们？塞文，你不能叫唤，你没抢着，你说你还想拿好吃的呀？啊？哪有那么多好事啊？啊？你抢不着，你还想要好吃的？还有你，光在那瞅着老四啊，那扒眼人瞅啊，你瞅啥能瞅？哎，瞅能吃肚里去啊？啊，老四啊，就你看的时间最长，啊，就在那盯着啊，流那么一地口水，老四，你说这口水都是你流的，那你倒是吃啊，老四啊，啥也不是。服了，最近，Seven 最近太胖了，都是 Seven 爸太惯 Seven 了。王 Seven 啊，那 Seven 的确有点太胖了，不过这个不是我惯出来，兄弟们啊，这个不是惯出来的啊。如果你们家的狗狗，兄弟们也不爱长肉的话，兄弟们啊，你们可以买咱家这款狗粮试一试啊。咱家这款狗粮呢，一袋狗粮149一袋，兄弟们啊，这袋狗粮149一袋。然后是比瑞吉诺瑞的狗粮，兄弟们啊，咱家这款狗粮呢，兄弟们生产，你看兄弟们啊，生产商上海比瑞吉宠用品，看到吗，兄弟们，上海比瑞吉宠用品，老铁们啊，你们想买狗粮呢，咱家这款狗粮适合所有的狗狗吃，兄弟们啊，适合所有的狗狗吃啊。然后呢，兄弟们，里边是咱们家这种诺瑞的三拼粮，兄弟们，里头还有牛粒、卵磷脂、海藻条，看到兄弟们。还有牛肉粒、卵磷脂，还有海藻条，看到吗？像这狗狗鼻头掉漆，毛不好，大量脱毛，狗狗的毛背毛不好，不光泽，兄弟们啊，都可以吃咱家这款狗粮。如果你们家的狗狗不爱长肉的话，你们家的狗也可以吃这款狗粮。凡是狗狗三个月以上都能吃，老铁们啊，三个月以上都可以吃啊，兄弟们，一包狗粮20斤，兄弟们，咱家这款狗粮一包狗粮20斤，里边是三拼狗粮，兄弟们啊，很少有狗粮是做三拼粮，兄弟们知道吧？而且咱这款狗粮卖的也非常不错啊，狗粮的好评率非常高，兄弟们啊，狗粮的好评率非常高啊，老铁们，你们有需要的话，你们可以去啊看一看，兄弟们可以去买一单啊。咱们家这款狗粮，兄弟们啊，咱家这款狗粮好评率达到100%，看到了，兄弟们。该商品好评率达到100%，兄弟们看到了吗？这是咱家这款狗粮，兄弟们啊，看到了吗？你们点去抢购啊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然后呢，点啊详情，兄弟们点详情进去之后，咱家这款狗粮的好评率100%啊，2416条评论，兄弟们没有一条差评，兄弟们，咱家这款狗粮没有一条差评啊，兄弟们，想买狗粮的话，你们可以去下一单，兄弟们，特别特别好啊，这款狗粮啊。咱家狗狗一直都爱吃，你看俺家狗鼻子全是黑的，小明瓜以小明为首，兄弟们，却黑却黑的。三万，你看兄弟们，看三万，老四，兄弟们，你看咱家狗狗鼻子没有一个狗鼻子掉漆的啊。老大，过来看看，兄弟们，咱家狗的鼻子没有一个狗鼻子掉漆的啊，营养价值非常丰富，兄弟们啊，含有那个非常适量的那个微量元素啊，还有各种维生素，兄弟们啊，狗狗吃完之后啊，还容易长肉啊。哦，而且狗还不挑食，火腿肠放低一点，小石榴也能够着。你们是不是想看小石榴表演一把，兄弟们？咱三元家好朋友们是不是想看小石榴表演一把？这袋狗粮是20斤，兄弟们啊，20斤的啊。要不咱看小石榴表演一把吧？石榴，石榴没够着呢，兄弟们。想，不过兄弟们，不过老四啊，小迷糊呀。啊，其实小迷糊感觉也能够着，兄弟们。我感觉小迷糊也能够着，我放低一点吧，兄弟们，行不行？我放低一点啊，咱看小石榴能不能抢着，行不行啊？小石榴它有那个动作，我刚才也发现了，兄弟们，小石榴有那个架势啊，其他这几个狗啊没有那个架势，它连抢都不想抢，就是一种放弃的感觉，兄弟们，就是一种放弃的感觉。来，兄弟们，我让他们抢抢试试啊，兄弟们，来，我把这个给他再往低一点，兄弟们啊，看咱小石榴能不能抢着啊。想买狗粮的话，大家可以去买一单啊，老铁们啊，可以去拍一单。来，三万进三，三万你不行，三万啊，三万进笼，三万来去。小明你先进来，来小明啊，你先进。啊，
上进去。进。进去了。你就服不服，兄弟们？就是因为让狗进个狗笼子，我靠！你看看，谁出来来，谁出来来？你就就是想让它进个狗笼子，你三，你别叫唤行不行啊？啊？那怎么进个狗笼子？你怎么能这样式的呢？啊？就是因为想让他们进个狗笼子。啊，你看鸡头白脸的。唉，我让迷糊和小石头都试一试，兄弟们啊，好吧，我给他们俩放低点啊，这个游戏刚才对他俩有点不公平，兄弟们啊，我让小石头和那个小迷糊他俩都放低点啊，来。我教练呢？教练。教练放哪儿了？嗯，教练呢？啊，石头啊！我给小石头一把机会，兄弟们啊！我再给它放低点。这么高可以吗，兄弟们？这么高可以啊！我让小石头先来，兄弟们。我让小石头先来啊！我感觉小石头指定能抢着。行了，来。石头非常棒，兄弟们，咱们接下来看小迷糊登场，兄弟们啊，小石头表现非常好啊，石头这盘奖励给你吧。好了，小迷糊出来，小石头进去啊，好不好啊？一会儿爸爸给你奖励啊，去吧。好，先让小迷糊来，兄弟们，还是同样的高度，我让小迷糊来一把，啊，让我们家小迷糊也找找自信，兄弟们啊。让小迷糊也找找自信。兄弟们，咱家火腿肠，兄弟们，咱们家的火腿肠啊，是买两包送一包，兄弟们啊，你们又想拍火腿肠呢，兄弟们，火腿肠在下方小购物车啊，这是第几个链接，兄弟们，买两包送一包啊，一包14.9元，兄弟们啊，火腿肠。看小迷糊能不能够着，兄弟们，这个高度有点太低了吧。
最高都可以啊，最高又太低了，这种感觉。小明够他指定是绰绰有余啊。你们不感觉这个高度低吗？火腿肠在第五个链接，兄弟们啊，在第五个链接，然后咱是14.9元一包，买两包送一包，兄弟们，这一包火腿肠里头有20根，老铁们啊，咱家这个火腿肠啊，兄弟们啊，他们是这个火腿肠厂家是利郎的，兄弟们，利郎旗下的冠邦，兄弟们，利郎旗下的一个品牌叫冠邦，知道吧？买两包送一包，兄弟们啊，太低了吧？我就感觉小明好像抬腿就能够着。啊，一包20根，兄弟们，你拍两包的话是29.8元，给大伙发3包，总共是60根，兄弟们啊。小明啊，这么可以啊？小明够吧？好你是真笨呐、啊！你是真笨呐、啊！我的妈呀！我蹲着我都能吃着，小明，你说你吃不着，这都快掉下来的时候你都吃不着，迷糊啊！我的妈呀！你是真笨呐、啊，迷糊啊！啊！洁面巾19.9元发2卷啊，兄弟们，1卷是50张，兄弟们啊！来，老师傅来，老师傅来。兄弟们，洁面巾在下方小购物车是第二个链接，19.9元发2卷，兄弟们啊。我靠，四个怎么做的啊？2卷加一块总共是100张。
送玩狗都没有耐心了，兄弟们，送玩狗没有耐心。来，预备，一、二。哎呀妈呀，我四哥怎么不抢他啊？小明，我来，一、二、三、二、三。哎呀，我的妈！你俩到时候抢一下子呀！啊，这么高都够不着，老四三。你看这父子俩多像，兄弟们，你这父子俩多像啊，真的够不着啊，兄弟们，他俩够不着。哎呀，服了。来，跟你一块儿吧，跟小明一块儿吧，燕一块儿啊。我的妈呀，这父子俩啊，这父子俩啊，感谢大家伙啊。然后呢，给大家伙推荐一下咱们家的洗手液，兄弟们啊，三元爸给大家伙推荐一下咱家非常好用的洗手液啊，每天都会给大家伙推一下子啊。咱家洗手液呢，兄弟们，是一款泡沫抑菌洗手液，兄弟们啊，这个洗手液呢一瓶是300毫升，兄弟们家家户户都能用到洗手液，非常非常好的一款洗手液，兄弟们啊，这是一款泡沫的，看到了吗，兄弟们？我沾点水，兄弟们啊，我沾点水啊。这个洗手液是一款泡沫洗手液，兄弟们啊，看了吗，老铁们啊，泡沫非常的浓厚浓郁，兄弟们啊，泡沫非常的细腻啊，老铁们啊，抑菌力达到 99%， 老铁们啊，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啊，还有白色念球菌以及大肠杆菌具有非常好的抑制效果，老铁们啊，洗手液泡沫非常的多，兄弟们看了吗，洗手液泡沫非常多，这是一款泡沫抑菌的，兄弟们啊，两瓶，兄弟们，咱家两瓶包邮，兄弟们啊，洗手液两瓶17.9元包邮，在下方小购物车第三个链接，兄弟们啊，第三个链接17.9元两瓶包邮啊，兄弟们啊，洗手液好，兄弟们啊，你们可以去整一单洗手液啊，而且这个味道特别香，兄弟们啊，特别特别好闻的一个味道，洗手液。嗯，那兄弟们多好，这个洗手液不流失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你看泡沫打在手心上，泡沫打在手心上它不跑，你看看，兄弟们，咱直接这么搓就可以了啊，而且特别出沫，大人小孩都能用，兄弟们啊，大人小孩都可以用啊，老铁们，嗯，竖着放火腿肠，这石头奖励，我一会给小石头奖励，兄弟们啊，我又给小石头奖励啊！你们有想买洗手液的话，你们可以拍的，兄弟。咱平时买一款，兄弟们，买一款就是那种原先那种洗手液，兄弟们，不是泡沫洗手液，都得是最低最低也得是9.9元能买一瓶，能买一瓶，是不是，兄弟们啊？你们现在就可以买到咱家这个泡沫抑菌的啊！这里边是液体，兄弟们，这个泡沫洗手液里边是液体啊，但是它挤出来的是泡沫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它挤出来的是泡沫，老铁们啊，看了吗？挤出来是泡沫啊，一瓶，咱家这一瓶液体能挤出来两瓶多泡沫，知道吗，兄弟们啊？相当于，兄弟们，它能挤出来两瓶多，相当于啥呢？相当于你买了一瓶300毫升，你相当于买了600毫升的洗手液，
对不对，兄弟们？相当于买了六百毫升的洗手液啊，所以这款洗手液性价比非常高，兄弟们，而且啊，而且是非常这个瓶啊，兄弟们啊，非常的精致，看到了吗？非常的干净，而且呢，兄弟们外出啥都能带啊，外出什么的都能带啊，兄弟们，这上面有个扣，兄弟们啊，看到吗？咱们用洗手液的时候，上面有个扣，这个扣千万不要弄丢了，看到吗，兄弟们？哎，等你出门的时候，你可以放在包里头，兄弟们啊啊！而且你看，兄弟们，你把这一扣上之后，你怎么挤都挤不出来了，看到吗？你怎么挤都挤不出来了啊！如果你不想让家里的小孩呀，不想让家里的小孩用的话，兄弟们，你们平时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扣上去，知道吧？孩子摁不动，看到吗？他挤不出来啊！他们都很厉害，个个都很棒，很优秀。谢谢大家伙喜欢我们家这帮孩子们啊！洗手液17.9元，给大家伙发两瓶，兄弟们买一瓶送一瓶，老铁们啊！你们想拍的话，你们可以去下单啊，老铁们，泡沫抑菌洗手液啊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，兄弟们，咱正常的话，老铁们，咱正常的话，咱在市面上买两瓶这个泡沫抑菌洗手液的话，得多少钱？正常的话，买一瓶的话都得是15-16元一瓶，兄弟们知道吗？你买一瓶的话都得15-16元。啊，咱家2瓶17.9元，2瓶17.9元，而且还包邮，没有土豆粉，兄弟们，现在没有土豆粉啊。有需要洗手液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整一单，兄弟们，泡沫抑菌洗手液好用啊。感谢大家伙的鼓励，感谢大家伙支持啊。老爷怎么像化妆似的呢？我没化妆，我这两天有点晒黑了，前两天直播木耳有点晒黑了，其他都没什么变化，兄弟们，其他都没有什么变化，就是晒黑了这两天。出来吧，出来吧，好了，来吧，谁也抢不了。我要给你家小石榴一个奖励，兄弟们，我要给你家小石榴一个奖励啊！下单了，木耳湿的干的，木耳当时给大伙发干的，兄弟们啊，木耳给大伙发干的啊！出来吧，三位出来吧，哎，出来吧，三位。木耳干的，兄弟们，干的是19.9元，180克啊！你看老大一出来就能够着，啊，老大一出来就能够着，老爷不容易啊！还没那么吃饭，还没那么快下播，继续做游戏，老大继续挑战，老大就不用挑战了，兄弟们，我给人家小石榴一个奖励，兄弟们啊，给小石榴奖励个原因蛋啊，给小石榴奖，我家拉布拉多皮肤。湿疹用什么呀？这个我不清楚，兄弟啊。关于狗狗一些病啥，这个皮肤病啥的，我不太清楚。湿疹是怎么治啊？来，小亮，一、二、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老大呀，这个老大真能捡漏啊啊！兄弟，好了啊，给小石头奖励，兄弟们，这是概念小石头奖励啊。罐头还有吗？罐头有，兄弟们，罐头有啊。你们想买罐头的话，你们可以拍第12个链接的罐头，19.9元，给大伙发3罐罐头啊。咱们家的顽皮罐头19.9元，给大伙发3罐啊。妹妹在坐船头啊啊。这个小迷糊始终没抢着，小迷糊始终都没吃着这个留酒2袋嘛狗粮没有了，铁子啊，99两袋的狗粮没有了啊，咱卖完了啊。之前我跟大家伙说过，那个大家伙没有买的话，你们可以去下单，但是啊，那时候狗粮已经卖没了啊，豆柴的狗粮卖没有了，兄弟们啊。那博纳天纯的狗粮也没有了，兄弟们啊，博纳天纯也没有了啊。咱家的益生菌，兄弟们，第10个链接益生菌给大伙发2盒啊，第10个链接的益生菌给大伙发2盒，一盒是10包，2盒加一块总共是20包，兄弟们，20包益生菌，老铁们，咱家益生菌保真啊，第一保真，兄弟们啊。第二呢，兄弟们啊，咱这个益生菌里面是10包的，看着了吗？
正常买一包，正常买七包的，兄弟们都得是40多块钱一盒，在咱们家十包的啊，五十五米，哎，怎么是五十五米呢？怎么是五十五米呢？49.9啊，啊，五十五米现在呀，现在是五十五米啊，两盒，毛孩子各有各的优势。现在是五十五米，现在没有活动，兄弟们啊！老大站起来了呀！哎，俺家老大终于有说话的权利了啊！老大有说话权了。老大今天第一个吃饭，我昨天买了豆柴的狗粮，今天没有了，兄弟们，豆柴狗粮咱都卖完了，没有了，今天啊，好吧。我看他还什么东西可以卖，兄弟们，咱家的红狗营养膏。红狗营养膏58块钱给大伙发两只，兄弟们啊，第十一个链接红狗营养膏啊，红狗营养膏58块钱给大伙发两只，发一根大的，发一只小的啊，大的是120克，小的是58克。来，我给你们倒点水啊，喝水吃饭了啊，兄弟们，咱今天的直播有没有意思，兄弟们，咱今天直播有没有意思啊？啊，我明天我再研究研究玩什么游戏，兄弟们，我看晚上啊还得3D 呀、啊，还得需要继续研究游戏呀、啊，兄弟们啊，我看咱们直播间里的好朋友们呢，大家伙比较喜欢看我们家狗狗玩游戏，是不是，兄弟们？啊，我看你们比较愿意看我们家狗狗玩游戏啊，以后咱们直播间呀多做游戏，兄弟们，好吧？多带着狗狗一块做游戏啊，你们多给双击，好不好，兄弟们？多给双击啥的啊。感谢大家伙来到咱直播间，你让 Seven 做你做动作，让 Seven 跟你做动作呀，你看 Seven 都不愿动弹了啊，改天的吧，兄弟们，好不好？改天的啊，他们该吃饭吧了啊。19.9的磨牙棒还有吗？19.9磨牙棒，那个大结齿棒吗？铁子在第15链接呢，兄弟们，现在没有活动，22.5，兄弟们，22.5给大家伙发4根，知道吗？啊，每天多点这样的游戏，多点有趣的游戏，少点广告就更好了。少点广告就更好了。那我得去喝西北风了，兄弟们。啊。咱即将迎来老四的媳妇儿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当然我都知道，即将迎来了老四的媳妇儿啊，也就是说咱们家要养6条狗，兄弟们，要养6条狗啊。三爹如果再不卖点东西的话，兄弟们真的需要喝西北风了，老铁们。来吃饭，来吃饭，来吃饭吧！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啊。也不是全程卖货，对呀，兄弟们，咱家这种风格的卖货，我觉得挺受欢迎的啊。三元店真不是说从头到尾一直都卖东西，你要是我从头到尾一直在卖东西的话，也可以，兄弟们，是不是啊？你们总说我也可以，但咱家真不是说从头到尾都卖东西，是不是啊？希望大家伙多多理解吧。你们想买狗粮的，兄弟们，咱的狗粮149一袋了，兄弟们啊，第4个链接，兄弟们，第4个链接，一袋狗粮20斤，149一袋，咱的狗狗非常喜欢吃这款狗粮的，非常非常喜欢吃啊。老四总要娶个媳妇儿啊，一天喂几次，个个都卖东西，兄弟们，咱家狗狗一天喂一次，有的时候喂两次啊，兄弟们，看晚上是吃多不多，他们基本上每天，兄弟们，每天都能吃这么一盆，知道吧？白天喂的少，晚上喂的多啊，他们白天天热吃不下去饭，兄弟们，现在知道吗？所以只有晚上天凉的时候能吃进去饭啊，就白天我把狗粮放着，他们有时候都不吃，知道吗？因为天白天热，哈吃哈吃的。三万你别这样式的，行不行？三万，咱们听话，咱们好吗？大家伙点点亮，兄弟们，咱直播间1500多人，点点亮啊，好朋友们。老安爷挺不错的，有的宠物主播直播卖货根本看不了几分钟，狗狗知足吧。人家那是比我聪明，知道吗？
我这是笨，人比我聪明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啊，今天三万没捞着吃啊，不开心了。兄弟们，你们也不能这么说，那三万的的确确是没有老大，没有老大，没有咱小石榴他们两个啊，今天没有他们俩活跃，对不对？啊，三万可能现在有点饿了啊。感谢大家啊！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，让我依依不舍的。这碗狗粮狗狗非常喜欢吃，兄弟们啊，149一袋，一袋狗粮20斤，给三万单独放一个盆吧，你给他单独放俩盆，他也这样似的，兄弟们知道吗？你给三万单独放两盆，他也这样式的。三万，你上这边吃去。你看看，来，我再给。媳妇啥时候带回家呀？兄弟，我寻思我这个星期给老四找个媳妇呢，啊，咱们也是看缘分吧，兄弟们啊，给老师找媳妇的话也是靠缘分吧。那天天看唱这首歌不是，兄弟们，我不是说唱这首歌非要下播啊，我就是突然想唱这首歌。一顿吃不少，一顿吃一盆，兄弟们，你看咱家狗粮，咱家狗特别特别喜欢吃这款狗粮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啊，特别特别喜欢吃，一顿就吃了一盆啊。你们有想买狗粮的话，你们可以去买那家地方狗粮啊。要修了石榴吗？它跟小石榴本身没啥关系，兄弟们，本身跟小石榴没啥关系啊啊，谈不上修不修，兄弟们知道吗？啊，他俩只是意外而已，老铁们，只是意外而已，就是个意外啊。石榴不是老四的媳妇吗？兄弟们，名不正言不顺，老铁们，老四跟小石榴他们俩名不正言不顺，知道吧？啊，老四只是，兄弟们啊，心理作用，兄弟们啊，老四对小石榴只是心理作用，啊，心里头有他就完了，兄弟们啊，只是心里头的事儿，啊。都有孩子了还不是媳妇儿啊，兄弟们，我刚刚都说了，大家伙把这件事忘了吧，兄弟们，好不好？老四现在即将啊，他有一片前途光明的生活，兄弟们知道吧，不要让老四总活在这种黑暗中，知道，兄弟们啊，大家伙不要揪住老四的把柄不放，知道吧啊，大家伙不要八卦了，行不行啊，兄弟们啊，那为了老四的以后，兄弟们咱们忘了这件事行吗？以后谁都不要提，就像这咱们就像这个事儿就当没发生过，兄弟们好吧。对俺家老四，兄弟们你们总提的话，对老四来说那是一块阴影啊啊。乌云在我们心里折下一块阴影，我聆听依旧热寂的心情，清晰透明，就像你离的风景，总在回忆里才看得清啊。这首歌什么歌来着，我怎么突然想起这首歌了呢？能不能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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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聆听着依旧的心，这什么歌来着，兄弟们？清晰透明，就像美丽的风景，总在回忆里才看得清，缓缓掉落的枫叶像思念啊，对
枫叶，兄弟们啊。缓缓凋落的枫叶像思念啊，对兄弟们，我看来咱们直播间有很多很多90后啊，兄弟们，咱们直播间有很多很多80后以及90后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竟然听了我唱这首歌啊，欢迎大家伙兄弟们啊，真是兄弟们，咱们是同龄的，咱们都是同龄人呢，兄弟们，咱们直播间里的这帮好们，咱们果真是同龄人呢，老铁们啊。39.9的磨牙棒截止棒有，兄弟们啊，39.9的截止棒在第七个链接，兄弟们，39.9四罐，第七个链接四罐，总共是140根啊，总共是140根啊。泰迪叫什么名？泰迪叫拉布拉泰，不，泰迪叫小石榴，泰迪叫小石榴。咱家有咱家总共有两只泰迪，兄弟们，一个是小石榴，一个是小迷糊啊、大家千万不要小迷糊和小石榴傻分不清楚，小石榴就是小石榴，小迷糊就是小迷糊，兄弟们啊，他们俩啊是什么关系？大家不要纠结了，兄弟们啊，看色儿的话，你们也知道是什么关系了。你是80后的。我是90后的，兄弟们，三爹是90后的啊，90年的属马的，兄弟们啊，我是90后。悲伤过的心能不能够继续爱我？哎，我特别想唱这首歌，兄弟们，我可以给你们唱一遍吗？我想起来，我小的时候在班级，站在班级讲台的时候，兄弟们啊，给班级的某位同学啊唱过这么一首歌，兄弟们啊，我可以给你们。唱一遍吗，兄弟们，突然想起来这首歌，给你们清唱一首，老铁们，风啊，周杰伦的风，兄弟们，来，大家伙有需要重用品的老铁们啊，你们可以在我的歌声当中，兄弟们啊，可以在我的歌声当中走进咱们家的重用品，老铁们啊，好，给大家伙唱首歌啊，我也想，我也敢说，不怕你媳妇说，最敢说，兄弟们，我说的是上学的时候，兄弟们啊，谁都有过曾经，对不对，兄弟们啊，谁上学的时候都有心目当中都有那么一个，兄弟们啊，都有那么一个啊青睐的女同学，是不是，或者是心目当中都有一个男神，对不对，兄弟们啊，初中的时候，兄弟们，谁心里都有，你不能说我，知道吧，你也有，你光说我，对不对，每个人都有，兄弟们，知道吧，这件事是可以接受的，知道吧，兄弟们啊，哦，哎呦我操，你别叫唤他们了啊。乌云在我们心里刻下一块阴影，我聆听已沉寂已久的心情，清晰透明，就像美丽的风景，总在回忆里才看得清。没伤透的心能不能够继续爱我，我用力牵起没温度的双手，过往温柔已经被时间上锁，只剩挥散不去的难过。不行，不敢唱了，我怕扰民。我怕扰民呢，兄弟们啊！缓缓凋落的枫叶像思念，我点燃烛光，温暖岁末的秋天。就这首歌，兄弟们啊，就这首歌，周杰伦的歌。嗯，留下听我唱歌的人应该都是90后，兄弟们啊，应该都是90后。还有什么歌呢，兄弟们？还有什么歌呢？待会儿啊，
这首音调不好唱，兄弟们，你们想买木耳的啊，咱俩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，咱家木耳非常不错，兄弟们啊，都是咱家东北黑木耳，兄弟们啊，想买黑木耳的话，大家可以去买一单啊，老铁们啊，给你们唱一首。给你们唱一首，兄弟们啊，最长的电影吧，兄弟们，好不好？最长的电影也是我曾经特别喜欢的一首歌，老铁们啊，来自周杰伦的《最长的电影》，兄弟们啊。我们的开始是更长的电影，放映了三年，我票都还留着。冰上的芭蕾脑海中还在旋转，望着你啊，慢慢忘记你，朦胧的世界我们溜了多远，冰刀划的圈圈起了谁改变，如果再重来会不会稍显狼狈，爱是不是不开口太珍贵，再给我两分钟，让我把记忆结成冰，别融化了眼泪，你全都化了，唱不上去了啊，调起的不对，兄弟们啊，调起的不对，正常是能唱上去的，兄弟们啊，哎，好了，我不敢唱，兄弟们知道吧，我怕扰民，没放开，我放开的话是能唱上去的，知道吗？啊，因为我以前总唱这些歌，周杰伦的歌，张学友的歌，兄弟们啊，张学友的歌，周杰伦的歌，还有兄弟们啊，有很多男歌手的歌我总唱，就是因为现在太晚了，我怕扰民，所以唱不上去了。嗓子不错，安静，安静怎么唱来着？兄弟们，我给大家伙再看看啊！你们有需要宠物用品的老铁们，咱直播间家里养宠物的啊，兄弟们啊，能听我唱歌的都是啊，都是咱家铁粉的兄弟们啊！安静，我得看歌词我才会唱，兄弟们啊！安静应该是周杰伦的歌吧，兄弟们。依然范特西是吧？啊！谢谢大家伙，兄弟们啊！安静。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，睡着的大提琴，安静的久久的。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。我懂，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我，你说你也会难过，我不相信，牵着你陪着我也只是曾经，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，我才会逼自己离开，你要我说多难看，我根本不想分开，为什么还要让我微笑来带过，我没有这种天分，包容你也接受他，不用担心的太多，我会一直好好过，你已经远远离开，为什么啊，这首歌兄弟们啊，不唱了，忘歌词了啊，跟不上了，兄弟们，是不是这么唱，兄弟们啊，看来我也是，的确是90后啊，兄弟们啊，我以前总唱这歌，兄弟们，我一天我都唱15歌以上，每一天都唱15歌以上，兄弟们，以前的时候，我因为我在家里头我就唱歌，知道吗？以前的时候我是一名唱歌主播，唱了2年不行，兄弟们，结果实在是无路可走了，买了一条7，兄弟们，那个时候，啊。
三万喜不喜欢听爸爸唱歌啊？老四啊，啊，三哥啊，唱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？有没有人能告诉你我很爱你？有没有人在你的日记里哭泣？有没有人能告诉你我很在意？以后也可以没事用声卡在直播间唱一唱，那不行，兄弟们，大家伙来我们直播间看的是狗啊，看的是狗狗，我不能说禁用大家伙，行了，我不能说在我的直播间里头啊禁用大家的时间啊来展示我的才艺，兄弟们知道吗？嗯，那样是不对的，知道吧？嗯，我可以另起一个号继续唱歌，但是绝不能说在直播间里头给你们唱歌啊，那样绝对是让人讨厌，知道吧，兄弟们啊，咱一定要投其所好，你们来我直播间是来看狗的，不是听我唱歌的。嗯，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，兄弟们啊，欢迎大家伙啊，谢谢。虽然说我很喜欢唱，我也愿意唱，兄弟们，但是我绝对不能那么做。嗯，老爷身上不露啊，哎呀，都是过去了，兄弟们啊，都是过去了，也不是说深藏不露吧，老铁们啊，只是稍稍微微的啊，给大家我展示一下自己啊不成功的才艺，兄弟们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月色被打捞起，晕开了结局。如传是青花瓷，如传是毒啊，怎么唱来着？喊麦也会，唱歌也会，唠嗑也会，啊。我最喜欢这些宝宝们了。小迷糊，我要没猜错的话，小迷糊指定在里边偷东西吃呢，兄弟们。小迷糊，啊，我瞅瞅，啊，狗粮吃完了，这是啊，兄弟们，看着吗？咱俩狗狗狗粮都吃完了啊。大家伙想买咱家狗粮的话，兄弟们，你们可以再去拍到咱家狗粮，好不好？如传世的青花瓷，自古自美丽，女人的笑意。想买咱家狗粮的兄弟们，你们可以去拍到咱家狗粮，咱家狗粮是149一袋，兄弟们啊，149一袋，老铁们。我看还有没有兄弟们啊，还有没有大家伙比较耳熟能详的歌曲了，蜗牛啊，给大伙唱首世界末日吧，兄弟们，你们听不听过世界末日啊，周杰伦的歌都是当年比较火的歌，兄弟们啊，都是当年比较火的歌。还记得你说，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，回味吧小时候的梦，我知道，想象还未装掉下的眼泪，点点头承认自己会怕黑，我只求能借一点的时间来陪你，却连同情都不给。想哭来试探自己麻痹的美，全世界好像只有我疲惫，无所谓，反正难过也敷衍走一回，但愿绝望和无奈远走高飞。天灰灰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，夜越黑梦微微，我难舍难，哎呀不会唱了，世界末日啊，兄弟们啊，这首世界末日真好听，感谢大家伙，兄弟们啊，有声卡的话就好听了，兄弟们，有声卡的话，兄弟们，其实我们同学有很多人感觉我唱周杰伦的歌特别合适，兄弟们，
啊，关键是我现在没有声卡，有声卡的话会更合适一点吧，兄弟。成群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哎呀，有好多歌啊，兄弟！一唱起来呀，就想起来了当年上学的时候，兄弟！一唱起来就想起了当年上学的时候。怎么？哎，这首歌。怎么隐藏我的悲伤？失去你的地方。这歌听过吧，兄弟们啊？你的发香啊，你这是什么歌？怎么唱来着？就有伴奏才行，要不总是忘调。轨迹啊。很够用，这都是男同学比较多呀，兄弟们，咱直播间男同学比较多呀，啊！我一路向北，离开有你的季节。为你们唱首《一路向北》吧，兄弟们啊！好了。有需要狗粮的兄弟们啊，你们可以去拍那袋狗粮，狗粮149一袋，兄弟们啊，给大伙唱一首啊，兄弟们那首经典的《一路向北》啊。后视镜里的世界，越来越远的道别，我转身向北，侧脸还是很美，我用眼光去追。竟听见你的泪在车窗外面徘徊，是我错失的机会。你站的方位跟我中间隔着泪，接近一直在后退，你的崩溃在窗外里碎，我一路向北，离开有你的季节。你说你好累。这个歌也没有伴奏的话也不好唱，兄弟们，只有伴奏才能唱，没有伴奏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唱上去。因为这首周杰伦的歌吧，它调比较高，知道吗？它调比较高，没有伴奏的话，不跟伴奏的话，真唱不上去，兄弟们，真挺难唱的。我他不想喝水。喝水啊！等会儿，兄弟，等会儿。我一路向北啊！刚才这首歌怎么唱来着？接近在窗外里睡，我一路向北，离开有你的季节。你说你好累，已无法再爱上谁。风在山路吹，过往的画面全都是我的不对。啊，这样式就能唱，调有点起高了。中间可以找一找，这首歌单内得有伴奏啊，没有伴奏的话不好唱。有伴奏的话，中间可以往上稍稍微微的降一个，就是兄弟们，就是这首歌吧，兄弟们啊，两个歌词的时候，你可以稍稍微微的降点调，啊，也好听，也非常好听，兄弟们知道吧？其实唱歌再加上连说唱带唱的时候，兄弟们是最好听的，知道吗？就像李宗盛一样，兄弟们连说带唱的时候是最好听的，知道吗？啊，我感觉好听。这首歌新歌不会唱。
哎，这首新歌不会唱啊，老大呀！哎呀，哎呀，你可拉倒吧，老大你快点的来。啊，李宗盛这首歌怎么唱来着，兄弟们？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？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。啊，兄弟们，给你，我给你们唱这首《爱的代价》，兄弟们啊！我跟你说，说唱的时候，我给你们，我就看歌词，给你们说唱。在家唱一把，兄弟们啊，爱的代价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连说带唱啊，是非常非常就是什么有创意的一种唱法，知道吗，兄弟们啊？还啊，这首歌开始啊，兄弟们，伴奏响起的时候啊，还记得啊，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啊，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？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，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，是永远都难忘的啊。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啊，就这种感觉，兄弟们。李宗盛的歌还得说呀，走吧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，走吧。营养膏怎么用，就是营养膏直接喂狗就行了啊，直接给狗挤出来喂就行了啊。我看我那营养膏呢，我营养膏呢，直接给狗喂就行啊，我营养膏没有了呢。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？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请啊，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，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啊。这个营养膏，兄弟们啊，根据狗狗的体重喂啊，兄弟们，根据狗狗的体重喂啊。你家狗狗如果要是在五斤以内的话，五公斤以内吃3到5厘米啊，兄弟们，跟上面有说明，看称上自己家狗多重，兄弟们啊，根据狗狗体重喂就可以了，就这么挤出来直接给狗吃就可以，兄弟们知道吧？嗯。我跟你说，兄弟们啊，当你会唱歌的时候，你怎么唱都不会说把嗓子唱哑的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啊，如果你唱着唱着唱两三首歌，嗓子哑了，证明你不会唱歌啊，证明你不适合，你用法就是，你唱歌的方式不对，知道吧？啊，就是这个调调的歌曲不适合你。嗯，哎，兄弟们，但是基本上，兄弟们，我就基本上给他们啊挤出来这么2到2厘米左右给他们吃就可以了，知道吗？三过来，你看，兄弟们，给他们吃了一点就可以了，兄弟们啊，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，就是挤出来给他们吃，啊，就这么挤出来给他们吃。其实我心里头喜欢小迷糊，哎呀，小迷糊啊，小迷糊平时总爱欺负，其实我也知道小迷糊平时总爱欺负啊，哎呀。迷惑，木耳什么时候发货呀？兄弟们，木耳啊，木耳再有个三天就能发货了，兄弟们啊，因为木耳现在没干透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有点潮乎，我得给晒干了，我晒干了再给你们发货吧，它也好保存呢，对不对，它也好保存，它不愿意坏。啊，如果兄弟们，我现在给你们发的话，它既不愿意保存，还容易坏，知道吧？我得对你们负责任的，兄弟们，售后这方面咱必须得负责任。咱首先，兄弟们，你们买到家之后呢，好保存，知道吗？好吃，好保存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而且呢，还能保质保量。啊，你们别着急，兄弟们，能发的时候自然而然就给你们发了啊，我也着急发。啊。小店，新歌否消失了。
期待你们家的木耳，谢谢啊，兄弟们，谢谢大家伙。好了 ，seven， 你们几个真是差不够够的了 ，seven， 你真愿意叫唤呢 ，seven。有除螨的洗发露吗，兄弟们？咱家有抑菌止痒的洗发露，啊，有抑菌止痒的，抑菌止痒的就是除螨的了，兄弟们啊，抑菌止痒的洗发露啊，在下方小购物车第16链接，你可以选一下的抑菌止痒的洗沐浴露，啊，狗狗用的啊，干的好一些，5万爱心了，兄弟们，谢谢大家伙，兄弟们，感谢大家伙来咱直播间这么捧三爸爸的场啊，兄弟们啊，谢谢你们啊。5万爱心啊，然后咱们12点了，兄弟们啊，三兄弟也该去遛狗了，好吧，兄弟们，三兄弟是今天10点不到10点播的，播了给大伙播了2个小时啊，咱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呢啊，大家伙早点睡觉，咱们家今天玩的也算是比较开心了，兄弟们，对不对啊？希望咱们每天都这么开心，大家伙每天晚上都能来三爸直播间啊，看着我们这帮毛孩子们，兄弟们做游戏啊，娱乐啊，开开心心的，兄弟们，好吧，大家伙早点休息，祝大家伙每一位好朋友们，兄弟们晚上睡觉都做个好梦啊，好吧，晚上梦想成真啊，那叫梦醒时分啊，梦醒时分想起来这首歌，兄弟们啊，今天节目不错，都梦见我四哥。梦醒时分怎么唱来着？梦醒时分，梦醒时分怎么唱啊？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，你的心中满是伤痕，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我心中满是悔恨，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相信的人，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，早知道伤心都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。拜拜兄弟们啊，给大家伙，哎，兄弟们，你们知道张学友每一场演唱会他最后一首歌唱什么歌吗？兄弟们，你们能知道吗？有没有喜欢张学友的？张学友每一场演唱会唱的最后一首歌是什么？啊，老铁们，不对，也不是，兄弟们，不是啊。我看这是什么歌的啊，不是1000个伤心的理由，兄弟们啊啊，兄弟们，是祝福，是祝福，兄弟们啊，不要问，不要说，一切尽在不言中，这一刻围着烛光，让我们静静地度过，莫回首，莫回头，当我唱起这首歌，怕只怕泪水静静地滑落，愿心中永远留啊，唱低了，兄弟们啊，就这首歌，兄弟们啊，想离别，离别总会在眼前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拜拜，兄弟们啊，这首歌祝福送给大家伙，祝福大家伙啊，梦想成真，老铁们啊，祝福咱们直播间每位好朋友梦想成真啊。以后兄弟们，以后三兄弟我有条件的话，兄弟们啊，我以后每一场直播最后我都会送给大家伙一首祝福，兄弟们，希望这首祝福能成为咱们家，咱们三兄弟家的一个啊知名的一个
啊，能成为咱家 Seven 家的一个啊，兄弟们，一个什么呢？一个习惯嘛，兄弟们。啊，以后有条件的话，兄弟们，我每回我每场直播，我下播之前，给送给大家伙一首祝福，祝福大家伙心想事成，梦想成真，祝福大家伙啊，财源滚滚啊，财源广进啊。祝福大家伙啊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，拜拜所有的好朋友们啊，主打歌啊，拜拜。